常恭迎东港王传记的他，国中时好奇跟着同学到教会，回家后梦见光彩夺目的耶稣，提醒他要继续到教会，又梦见天使带他游历天国，见到许多奇景异象。受洗后成为神的宝贝女儿。请搜寻洪翠瑶的生命见证，你也可以跟她一样，拥有一个踏实、快乐的生命。